每个岛上都有人字，上头一看，那么多岛屿，这不是要无敌的杰作吗？年轻人，我劝你别得意，神迹可难找呢。哈，本姑娘可是神迹空岛的古位级玩家，哼，神迹在哪，一上岛就能感应到。那老夫就等着啪啪打脸。那我也等着你啪啪打脸。先看看原始宝箱，哇塞，一开局就送太金斧、太金镐，作者真豪气。虽然耐久不是很够，但能让我用到早神斧和神镐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好家伙，还有复制方块和地形编辑器，这可是顶级的作弊道具。嗨嗨，原来靠作弊玩神器控岛，怪不得这么会吹。我看看而已，我又不拿来用。控岛达人是不需要作弊道具的。按照控岛第一法则，神树上必有宝箱。哎，还有提示，这会不会是作者的阴谋啊？不管啦，是真是假，散去便真一二。呀，真的有宝箱，作者是大金子，不骗人的。哇，神机呢？不会是这些破太金斧吧？哎呦喂，开始送是大方，现在送是狗不理，哪有神斧这么垃圾的？砍树还要蓄力，真正的神斧是一秒一大片木头，像砍树叶那么轻松，哪像现在撸了一分钟才砍完。啊，我去，全掉下去。可恶的作者，刚夸你君子，现在就这么狡猾，木头全没了，体力也没了，饿死我了。现在天也黑了，来不及找东西吃了，算了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一觉睡醒立马赶往隔壁的食物岛。便便，这让我吃屎啦，作者大坏蛋。哇塞，这边烤鸡，赶紧上嘴。一口一只鸡，三口吃饱饱，舒服啊。吃饱了还要打包全带走，我这么能吃也就三天就没啦。还有辣条全带走，哇哦，大汉堡全带走，哇哦，还有全家桶全带走，简直是吃货的小天堂啊。作者，我错怪你让我吃屎了，不过还是没有神器啊，越捉一打越神器，啥也没有啊。哈哈，年轻人，我说了神器可难找了，根本没有神器，找锤子啊。哼，你看找不到就发脾气了，这就是年轻人。什么发脾气，我这身有活力，充满干劲的，我要去钻石打发财啦。哎，一上来就发现宝箱。哈，不要告诉我这是神镐，啥玩意啊，连钻石都挖不了，只能利用破损的太金镐。先把宝贵的钻石收入背包，我就不信了，没有神器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开个透视看看，光秃秃的，啥也没有，太气人了！开局三个岛，一个神器都没有找到，哈哈，啪啪打脸，打肿了吧？